大家的亲情啊，我是理解的，但是你们也不能围攻家属啊，对不对？钱的事我们会查清楚的，大家都散了吧，散了，都散了，都散了，你先管事啊，回吧。你是陈清华吧？我是市检察院的，同济州涉嫌贪污800万，麻烦你跟我走一趟，协助调查。我爸不是这样的人，没有证据，我们是不会随便抓人的。你们有什么证据啊？志远。 警察在我们家床底下发现一个箱子，里面有300万。啊！那些钱我真的不知道去了哪里。这家属啊，主动提供线索，总比我们最后调查追究责任要强。而且啊，包括你女儿在内，如果她呢涉嫌到洗钱或是挥霍赃款，也是要追究责任的。不，我女儿她什么都不知道，她什么都不知道。 以同济州的合法收入，是负担不起你女儿去英国留学的费用的。妈，你胡说！他同济州受贿，钱又没给我们，凭什么脏水都往我们身上泼呀？志宁，你干什么呀？你这样只会给你爸带来麻烦的。妈。 他说什么？我受够了，成天被人指指点点，说我是受贿犯同济州的儿子，你知道我是什么感受吗？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你说你是谁的儿子？关你屁事啊！陆逊，如果那些钱真的在你那里的话，你就赶紧拿出来吧，要不然会要了老童的命的。我已经说过了，钱不在我这里。志宁，志宁，哎，妈，妈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 他们跟爸爸什么关系啊？你爸的事，报纸上都写着呢，你自己看吧。长平药厂厂长同济州落马，受贿800万包养情妇，情妇卢雪，生养20多岁私生子。妈，这是真的吗？爸不是这样的人。 你骗我，志远！我知道你很难接受，不管我跟你爸的关系怎么样，但是我相信，他绝对不会贪污受贿的。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救救他。我不想听，我不想听，志远，志远！情妇卢雪。 生养20多岁私生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妈妈给我打电话，我一想你就在这里。陈诚，我们家的事你都知道吗？我知道。我们家出这么大的事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 是你妈妈跟我说，让我不要告诉你，怕影响你学习。我爸爸怎么会收别人那么多钱？他还告诉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。我现在觉得好讽刺。你真的相信那些钱是你爸拿的吗？不信有什么用？哎，我爸爸，他有私生子的事，你知道多少？ 我觉得自己像一个被遗弃的小孩子。你别这么想，说不定你爸有什么难言之隐呢。陈诚，能帮我一件事吗？你说，帮我查查卢雪。
怎么是你？今天无论如何，我都想跟你谈一谈。本来我们确实没有见面的必要，可是为了救老童的命，别的我不想说，我只是想跟你商量一下。如果这些钱补不上，老童的命就没有了。我只是想问你，你能凑多少？公司现在已经被查了，说实话，我是真的也想不出一点办法。不过我始终相信老童他没有受贿，检察院一定会调查清楚的。求求你，救救老童吧！你先回去吧，老童的事我会托人再想想办法。毕竟我跟他是多年的夫妻。志远，你怎么来了？妈，你插足别人的家庭，偷走别人的丈夫，现在把我爸挖空了就翻脸不认人。我爸如果知道你这么薄情寡义，他会怎么想？我真替我爸不值。志远，你说谁薄情寡义？你敢再说一句小心我抽你！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志宁，说什么呢你？妈，他们根本就是来闹事的，有我在，谁也别想欺负你。走，别闹了，我们先回去，这事以后再说。妈，我还没有说完呢。爸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们先走。走。妈，您干嘛不让我说？我们是来要钱的，不是来骂人的。你这样做对你爸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您是不是急糊涂了？来向他们要钱？他是开公司的，应该会有些积蓄。再说，他跟你爸这么多年，应该不会见死不救吧？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吗？只要能救出你爸，就是扇我两个耳光都无所谓。妈，这么多年爸爸怎么对你的？把你的感情践踏在脚底下，可他们呢？爸爸的钱你花过一分吗？他们却逍遥法外，现在还让你来四处借钱，还要舔着脸求他们。妈，你这样做贱不贱啊？我跟你爸的事，你有什么权利说三道四的？作为父亲，他从来没有不称职，所以作为女儿，你没有权利谴责他、怪罪他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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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！让你妈妈多喝水，别激动，有事找我。嗯，好。妈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对，我不该这样对你，你打我吧。别怨你爸，他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。无论如何，一定要想办法救出你爸爸，好吗？嗯。